最喜欢吃的蔬菜就是玉米笋。首先，我们要把我们家的玉米笋先洗干净。今天来。1分半。来来来，来，你看这个也吃完了，来来来，来啦，没有了啦。嗯，你好厉害呀、啊！好，跟大家说拜拜，跟大家说拜拜，喜欢我们的频道订阅哦，拜拜。